如果我们开发区管理的公司违约的话，就要按照整个预算的5%来支付违约金。你也知道啊，这个整个的预算盘子非常大，所以这个5%啊，就不是个小数的了。这对于我们开发区的工作来说，是一个很大的隐患。好，谢谢你啊，老肖。喂，你说这是我儿子新给我买的。嗯，你说这种手机叫智能手机，就是你带这么一个手机出门，什么都不用带了，钱包什么的都不用带，我什么都能干。我儿子给我买了俩。你们这三个老东西也太不讲究了。哎，我接了个电话，我一转身人没了。你们出来倒是等等我呀！哎呀，老罗，你知道你那个电话打了多长时间吗？我一个电话我能打多长时间？你告诉我。16分03.76秒。你看着，你没造假，这造什么假呀？你看这时间就这么跑了。哎，听得那么仔细啊，肯定是上当。我能上什么当？哟，你再说你上过当没有？上过没有？上过没有？啊！这次跟上次不一样，我跟你说，有什么不一样吗？这是一个大公司，我在报纸上见过了。看来呀、啊，决定买了，还给他竖大拇指。对呀、啊，说的对。小姐岁数也不小了，身体也不是很好，找个保姆吧。我给你介绍一个，介绍一个我老家那边的。你这话对，这话对。饭做得好，做了一手好菜，跟我还沾点亲。这个找保姆啊，你不怕他这个没文化，你就怕什么呢？就怕他品质没错，没错，你这就很麻烦，没错，是不是？而且，我根据这么多年找保姆的经验，哇，你就得找这个大脸盘。大脸为什么呀？因为大脸盘的人呢厚道。哎，他没文化可以，但是你不能品质得好，你知道吗？你放在。哎，听你的，脸盘的事儿，你听没听见呢？人家不差。桂苏，我在电视上看到你升职了，恭喜你啊！简单，我想请你们吃个饭好吗？对，鲁志伟也参加。好，那就这么说定了。喂，桂苏说了，咱们就在家吃，不出去。啊，那鲁志伟要是去的话，行啊，我可以啊。你少来。好了，我先工作了啊。嗯，怎么样？大教授很智慧啊，你真没看出来呀？妈妈看出来了，这一步做得很智慧。智慧吧？嗯。我还以为你真的你就一直都不知道呢，我犯规你也不说，真没意思。你让着我，我怎么玩啊？不玩了，没意思。哪儿？你知道我刚才怎么跳的吗？你看见了吗？你太聪明了。我不让着自己媳妇，我让着别人呢。没意思。对，让着你。我故意的，我就让你看你到底说不说。你是我媳妇，我就得故意的让着你。不玩了。
完美。不玩了，你退回去，退回去，重新接着。你瞧瞧我怎么跳的呀？那个，也不知道志伟他们怎么样了、啊。应该好了吧？嗯。因为今天我和志伟通电话，他说今天桂苏请简单两口子吃饭。这是谁说的？志伟跟我说的。啊。力气挺大哦。怀宁，你怎么拿这么多东西回来？我爸、我妈还有我奶奶，非得让我爷爷奶奶带着家里的土特产过去，里面全是吃的。哦，是吧？对啊。外婆肯定会挺开心的。没事没事。姐，啊，你帮我个忙呗。怎么了？你帮我把这些东西送到爷爷奶奶家里去。我送。嗯。那你呢？刚才海伦她发了个短信给我，她不是后天走吗？然后她说想去奶奶家再住一晚。她毕竟在这边人生地不熟的，我肯定得接下她了。她要去奶奶家？对，她说她跟奶奶特别合得来。那我得先跟奶奶说一声。没事儿，你路上注意安全就好。那行吧。那麻烦你了啊，姐。你注意安全。啊。师傅，走吧。啊啊。拜拜。拜拜拜拜。快点把拿下来吧！哎呦，累坏了，累坏了！你瞧瞧，这都是你大姨让怀念带过来的，是不是？对呀，您快看看，这个桂川真是每次都是这样。哎呀，怀念怎么不来呀、啊？怀念去哪儿了？他呀，罗密欧去找朱丽叶了。桂苏14周了，怎么还不显怀呀、啊？妈，人大夫都说了，16周才显怀呢。没那个，我怀你的时候13周，哎，这圆圆的可难看，人家都开始说我怀的是个闺女呢。哎，妈，你说我们这忙活的都是孕妇餐，人家两口子来了不会挑我们理吧？说我们偏心。哎呀，人家孕妇餐好呢，孕妇餐还有营养呢，人家简单也不是没生过孩子。来喽，看看。来了来喽！哎呀，来了！阿姨，哎，快请进，请进。哎，这位呢？啊，不逛个鞋呢？哎呀，嗨，换个鞋吧，阿姨。换换换换换，来。来，韦主任，再见。哎，再见。简单给他妹妹买的啊，我就负责付钱。也付钱的。哎呦，谢谢阿姨。负责。哎，不客气。哎呀，我看坐坐坐，挺像样啊。我帮你做点什么吧？不用，不用，我们家都志伟一个人忙活，别客气。是吧，阿姨？呵，这全是孕妇餐。哎，罗文明，我有口福了啊。你看，你看，这有经验吧？一说就准，可不是孕妇吃的饭。哎，坐坐坐，快坐那去，坐那去。行，那好嘞，我给你们倒水喝。来来来，好了好了，阿姨，你别忙了，没事没事，快坐那喝水，来吃点这个。好，阿姨，快坐那儿。太香了。你怎么这么多东西，你就让素素一个人拿回来呀？你可真够呛。过来，我看看你。我跟你说啊，就在这个感情和生活上的这个问题上，你自己好好讲清楚啊，不要荒唐。奶奶，我现在想清楚了。想清楚就好。嗯。妈，我来帮你。哎，我来这马上汤就好了。没事。
今天下班后，我突然想起还有一个文件没处理完，就错过了班车，所以让你们多等了一会儿。没事，老婆不用解释，我们都理解啊。说话是要说一下的嘛。我们家贵苏变化挺大呀。大事，你发现了吗？我们家领导现在越来越平易近人了。你来吃，哎，别动，不动，烫着。最后一个，哎，阿姨坐这儿来，阿姨您坐这儿吧。对呀，来，我不吃啊，我有重要的事，我得跳舞去，到点儿了。不是，你先吃完饭吧，你们吃。我跟你说，我妈现在是广场舞舞后。哎呦，别说我太洋气了。好嘞，走了啊。好嘞，哎，慢点，再见。哎哎，那您慢点啊。哎。快坐，快坐，快坐，坐吧。哟，那我坐俩，我这个。哎呀，姐夫，我敬你一杯。呦，快喝！不是这怎么能让韦主任敬我呢？这什么韦主任呢？这是咱妹妹。是，那个妹妹敬。就是小姨子敬姐夫，这是应该的，对不对？对呀、啊，姐，喝了。好，行，好。我这，坐吧，姐夫。不是，我这还有点激动，这第一次是贵妇管我叫姐夫，他心里都叫了好多遍了。还是我会说话。二姐，姐夫，哎，以前呢，我在礼节上面有做的不好的地方。还请您两位多包涵，今天要不是特殊情况，我肯定会敬你们酒的。是，这能理解你。我来呀，反正你也怀孕了，我任务完成了。啊，姐，二姐夫，我敬你们。来，算我一个，算。来，一起呀。快坐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自打贵苏怀孕以后吧。越来越可爱了，我现在越看她越喜欢。是，坐呗。你跟人鲁志伟学着点，学。那以后呢？简单再怀孕，我们俩呢也敬你们俩，行不行？行了，你让学吗？我不想当姐夫的样。不是这学不就是吧？好。哎，干嘛呢？在这半个多小时了。你听过那个故事吗？就楼上人回来啊，把一只靴子嘣扔到地上，没事儿了。我先就等着另外一只靴子扔地上。这我妹妹请你吃个饭，还吃出毛病来了？不是，本来我是按照鸿门宴去参加的，结果呢，什么都没说。你说这个心里不七上八下的吗？你怎么还没弄明白呀、啊？我妹妹其实就想告诉你，我们是一家人，所以不停的在跟我叫姐姐，跟你叫姐夫。是，我也是希望这样啊。你说了多少次了？别老站着的，你这个又浮肿了吧？那我在工地上啊。我总不能让人家用担架抬着我走吧？你真是太不注意了。你看人简单就比你大三个月，你看看人家那个，就是。你不是不在乎这个吗？你老婆是个女人，我不在乎啊。不是，我没说完呢。就你这种美吧，自然的，就清水出芙蓉。就马后炮吧你，今天你请他们吃饭，你中心思想是什么呀？你好像什么都没说呀。要什么中心思想啊？不就自家人在一起吃个饭吗？不是你吃饭，你得为什么吃这顿饭呢？我就是想告诉简单跟罗明，在我心里啊，我们是最亲的家里人，仅此而已啊。然后呢？然后啊，睡觉。你老婆现在是孕妇，是孕育生命的摇篮。做老公的呢，就应该百依百顺，俯首帖耳，是吧？
睡了啊。嗯。嗯。嗯，唱个摇篮曲呀、啊！我还给你唱，不是给我，给孩子唱。哦，睡吧，睡吧，我亲爱的宝贝。轻点。This is the biggest museum in London, and I think it can help you to understand.What culture of China. Thank you so much for being here. I really love it. You should say that to her. Thank you, Sue, for bringing me here. Take a look at there. All those pictures. They show the history of Guangxi. Let's go there. I won't introduce all of them to you, but I can't speak English very well. And also, you can have a look. This building is Guangxi specific.You can't find it anywhere else in the world. Come on. Oh, you look. It's like. 谢谢，不客气。Hey, I want to come here next year. I want to learn more from you. You are so clever. You know so much about this place. Me too. 我也要跟你学。我说真的。Helen. Yeah. I think it's time to say goodbye. Tomorrow you will go home. Yeah. Yes, I know. It's time to say goodbye, guys. I'm a little bit sad, you know, but at the same time, I'm really happy because you took me to so many places. And I appreciate it, really. I want to invite you guys to my home back in America. Of course. Yeah. And you can bring your grandmother and grandfather as well. Yeah, I will ask.Ask them. I love you. You did my trip so special. Really, I will miss you a lot. And also, I will miss you, you know? Yeah, me too. We are all friends all the time. Yeah. Thank you. Next, I will invite a student to come. Put the drum.上面的花纹和装饰有几种啊，写在黑板上。我看哪位同学啊，那位男同学你上来。还有哪位同学可以自告奋勇的啊，上来把这个铜鼓每一个部分把它标注出来。我看哪位同学可以上来。好，你来吧。老师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哦，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。不好意思。嗯，没事。同学说，他把你的讲义碰掉了，很自责。不是那个孩子的责任，他不是故意的。
外婆昨天忘了在这个讲义上面打上页码，结果当这个女孩子把我的讲义碰到地上以后，我就全都糊涂了，都乱了。素素啊，外婆到了该谢幕的时候，你看怎么样？这房子临海又临街，很多人都会到我们这儿来买房，特别好。这是多少钱呢？2万块一个月。多少？2万块啊！我就这一般，带我去别地儿看看吧。那行，那还有下一家。哎，淑珍，那个你等我会儿啊。哎，好。这么巧吗？啊！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啊，我那个干点大事儿，准备回来做点小买卖。祝你成功！谢谢。那个，上回跟你说那事儿，咱别再拖着了呗。啊！想凑个双喜临门啊？夫人，这事儿拖着咱们多不好，是不是？再搁一步我就报警了。不会，你是张嘴都不亲，我还不知道你呢。大哥，走吧，房主都到了。我知道了。素素啊，实际上外婆心里边非常明白，您给我的时间不多了。这个小阿呀，正在悄悄的向我的脑子里边发起进攻呢。阿尔茨海默症，这段时间我和你外公也一直在回避这个事儿。本来我们不想告诉你们，你外公每天都在陪我做认识的功能练习、记忆力练习。是有的时候我也在想，我这个病的人怕什么呀？也许有一天就是糊涂了，什么都不知道了呗。我最担心的就是你外公了，你说他将来怎么办呢？
不想让你外公看见我。你真的傻子，我想拖累他。外婆，有我们呢。傻孩子，你们的路还长着呢，要做的事情很多的。外婆现在要做的就是马上和这个小娃谈判，我要好好配合医生，积极治疗，尽量让自己的这个病发展得慢一点。也许外婆是一个幸运的人呢，也许我能等到，能赶上攻破这个病毒的那一天呢。一会儿回去的时候，千万别跟你外公说，外婆今天发生的这个事儿。知道吗？可是，你外公退下来之后，变得特别的优柔寡断，儿女情长。心特别重，他要是知道今天这个事儿，那就不得了了。答应外婆。爷孙两个人在干嘛呀？我跟爷爷啊，这叫以茶代酒。嗯，你们俩来的正好，来，让尝尝这个怀念，做的有茶。是吗？一会儿哎，都来尝一尝，尝尝非常有意思，有味道。啊，好啊，嗯。我跟你说，我们俩聊得非常投机。嗯，聊吧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个小子啊，进步了，有思想啊。咱们都是亲人啊，亲人不了解也不行。哎，我刚回国的时候太浮躁了，太过了。嗯，会长大的。外婆，我去做饭了。你歇会儿，去吧。嗯。你们俩回来。怎么了？干嘛呢你们？我们干嘛呢？我们干嘛了？你们俩有什么小秘密？小秘密？嗯。知道我们是秘密，你还问？不许窥探别人的隐私，韦大专员。哎，这个秘密跟我有没有关系啊？有关，就是你的事儿。外婆，我去了啊。爷爷，我现在去帮忙做饭啊。刚才干嘛呢？干嘛呢？奶奶，你还是进屋来。我们在说你的油茶好喝。嗯，好吧。嗯。嗯。哎，今天这个课上的怎么样？今天的课啊，今天课上的完美啊。
完美。就差一点儿，差一点就完美了。啊，差一点就完美。差一点就完美，那就已经很完美了。这话我最爱听了。哥，你看我们这门面，这里的人流，再看这海景，我们这的位置是很好的，主要啊还靠近去市中心主干道，这片的房子很多人来看的，这就是我们房子。就这儿啊？对对，看这空间。哎，优丹，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啊？哥是做大买卖的人，能住在这儿吗？我这倒还有一个特别好的地段，然后就怕您对租金有点接受不了啊。哥是差钱的人吗？刘丹，哥觉得你是一个特别结实的中介。对，老哥想个办法呗，便宜点儿啊。这事兄弟也做不了主啊，毕竟不是兄弟的房子。谁能做了主？房主啊。那我跟房主谈不完了吗？您要是和房主谈，那我不就……放心，少不了你的。好，那哥没问题。不过我们房主已经在这儿了。来，来，你要跟我合作啊？那是当然了。拉倒吧，我这个人啊，独行独往惯了，喝酒办事。怎么了呀？你是怕我是吗？我有货站的，你有货源。我们两个一块儿，肯定能把这个生意做大的。什么意思啊你？不给面是吗？行，你不答应是吗？你不答应我喝。哎，行行，差不多了。行了，哎哎，行行行行行，我考虑考虑，行不行？你先别喝了，我考虑考虑。那行。你这也不能再一再二不再三的事儿，这是对不对？不就是想撵我走吗？觉得我在这个家里是多余的吗？啊，没问题，我走不连累你们。但是有句话我得说清楚啊，你淘的第一桶金是偷走了我一管50年的派克笔，拿走了我2幅画，一副是傅抱石的，一副是林风眠的，要不你折价给我，要不你就按照市场价给我每年分红。哎，算什么呢？算我在你们公司的投资啊。连我都是您的，我不要。电话，我接个电话。我帮你接去吧。不用我去接，我帮你接，我去接，给你接。干啥干啥干啥？你们不就想离开我们，嫌我啰嗦吗？没有，他。谁别坐下，不去。别坐了，爸站着你能坐呀？你看看你们什么态度？我说什么了？我不都是在实事求是的跟你们谈问题吗？是啊，有一点，楼上。楼上书房的我那些古董，你我都得拿走，因为那是我年轻的时候，我喜欢搞收藏，我花了不少的钱，你们不能留下，啊？是。还有我那几卷那个红星的那个纸，我也得抱走啊！你现在根本买都买不着了。我大孙女得跟我走，她必须跟我走。哎，你不用瞪我。他想留在这儿就留在这儿陪你们，他想陪我就陪我，是，好吗？是是是是。那我这送您回去吧。不用。你那个车座太软，我这腰杆子不硬坐着。现在晚高峰不好打出租车。我打自行车。绅士。这谁的？这是我的吗？这是我的吗？我的。我说的这些话啊，
你俩好好想一想，我走了。没睡啊？没。在干嘛呢？玩呢。爷爷。我最近心里乱得很。但又不知道怎么和你说。反正就想过来跟你待会儿。哎，想让你给我点力量。你们孩子。怎么了，爷？我之前在寨子里面看到过流星。它就在天空中一划而过，很长很美。我就在想，我们人的一生，对于整个宇宙来说，是不是就和那个流星一样那么短暂？害怕了？不是害怕，是兴奋。那也不是所有的星星都是流星，也有许多许多的星星在天上亮晶晶，有好多星星也都被埋没在黑夜里了。所以我想和流星那样，它在天空划过的那一瞬间，转瞬即逝。但是在他划过的那一瞬间，他就无比灿烂。我觉得人生就应该这样，短暂却又灿烂。对啊，那你知道他为什么那么灿烂吗？他那么灿烂，就是因为他在燃烧自己啊。现在胎儿发育的状况很好，妈妈的状态也很不错，说明做丈夫的照顾得不错，很尽责啊。主要是我老婆生气。谢谢你啊。不客气，还是要多注意一下。好，谢谢。不客气，再见。好。说你找他去开发区协商事情啊？不是我，是我们单位。还是一样嘛，我跟你说，给罗文明紧张坏了。我觉得吧，以后大家还是把公事和私事分开，老是混为一谈，容易引起误会，也影响感情啊。哎呀，话是这么说，但是很难做到。我不是干政啊，我干政你也不听。你说。罗文明作为我们的亲人，是不是？他主要是，他是一个好人，他善良啊，他孝顺呐、啊，这个跟这个不沾边啊。但是他是我们的亲戚呢，这个你回避不了啊。罗总，辛苦您还要来我们这里开会。嗨，
这是你们呢是开发商的地主，我们是客，我们来你们这儿拜访呢是应该的。那我们就长话短说，尽量不耽误您的宝贵时间。哎呀，和韦主任聊天啊，就是一种享受，就是一种学习，那时间越长越好。小刘，跟罗总汇报一下我们的意见。哎，不是汇报啊，我们就是交流，学习，啊。应该的。